两公分处就可以，两公分就可以哦。对，那接着我们拿出我们的采集棒，哦，在左边的鼻孔壁里面，哦，做旋转五圈，那右边的再做五圈，对，简单的一个，对，两公分处，哦，两公分。那处理就是在用完之后呢，我们打开缓冲。